开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黄卡，上面打好打满的三剂疫苗，第三剂还是赶在公告的前一天临时去打。打满了啊，我特地昨天去打了，我不敢说啊，打第三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想一想还是赶快去打一打。因为今天第一天，有些人还是会忘记，也是怕身体承受不了，所以他没有去接种。高雄的民族果菜市场跟凤农市场两大市场规定，摊商没有打好三剂疫苗不能摆摊。几天前开始宣传，但总还是有摊商疫苗打了，但口罩没戴好。如果没有打完三剂，来这边就不能做生意了，差六七成以上，往年这个时候多差很明显。目前北部有三重跟板桥的果菜市场必须要出示第三剂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够进去买菜，高雄两大市场则是自我要求摊商先打好打满。在人员流量大的果菜市场，希望最新防疫规定能够防堵社区传播链。记者许富天、蔡武言高雄报道。